OK，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啊！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清晨的时候是我们最清醒的时候，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完全接纳你的灵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中间动工。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本奇妙的书。啊，学习圣经的话语，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渴慕你，神啊，感谢你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还在来的路上，还有很多人他们还寻不到你啊，求神啊怜悯，求神啊恩赐恩待我们，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个平台上，与我们一起来服侍你，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学习走这一条啊生命的路。感谢神啊，赐给我们这样的。这样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路上寻见你。我们是被挑选的啊！我们也知道，我们因此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好，我们今天在我们来看的啊，是这卷书叫做这卷书是耶利米哀歌，哈，哀歌。它英文的名字呢，只取一个哀歌的名字，哈，名词 Lamentations 啊，Lamentations 哈，这是一种哀歌啊，就是一种哀叹啊，一种悲哀的这种叹息。OK，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第一章的第17节，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讲到这里哈。这个是 Zion 是锡安是吧？哈，锡安啊，耶路撒冷的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锡安，锡安城。Stretches out her hands 啊，所以我们注意，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哀歌是一个诗歌体的情况啊，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它是一个比喻，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想象力哈。Zion stretches out her hands 啊，锡安城整个伸展开来哈，她的双手。But there's no one to comfort her。但是啊，她虽然伸开双手，这个伸开双手是什么意思？好，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哎，这里，赶快来救我！OK，那么她已经伸开她的双手了，但是 no one to comfort her。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安慰他，没有人给安慰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唱圣歌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把双手张开，向上张开，因为怎么样，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帮助。OK，好，但是啊，虽然他已经把手张开了，但是没有人来安慰他。The Lord has decreed for Jacob，OK，decree 表示是一个神已经，耶和华已经。定好的了，已经下了命令的，给谁呢？For Jacob 啊，下命令给雅各。雅各在这里代表的就是犹太人哈，因为这是他们的祖先。下命令呢，给这个雅各怎么样？That his neighbors become his foes。哇，这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哈，最不容易见到的。哎，好，我们看到的是，他说已经命令了哈，已经下令给这个雅各呢，让他的邻居啊，neighbors，他的邻舍 become his foes，都变成他的仇敌啊。原来是你的邻居的，现在都变成你的仇敌了。OK，好，下面 Jerusalem has become an unclean thing among them。而在这个中间呢，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个不洁的、不洁之物 （unclean thing） 哈，变成一个不洁的东西了。Among them，这个 them 指的是前面这些 neighbors 哈，在列国之中啊，在所有的他的这个邻居邻舍之中，已经变成不洁了。所以他的邻舍、他的周围的邻国，通通都变成他的敌人了。好，我们今天从18节开始讲起哈，18节。The Lord is righteous 啊，这个字对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啊。神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Yet 然而啊，神既然是公义的，我应该顺服他，我应该爱慕他，我应该敬畏他，是吧？然而呢，我做了 I rebelled against his command，但是我呢违背了他的命令啊，所以这个就自找苦吃了，是吧？神是公义的，是好的、美善的，但是呢，我居然去
违背了他的命令啊，his command。Listen, all you peoples，听啊，听好了哈，all you peoples，所有的万民呐、啊，这个 peoples 在这里加 s，表示各个族裔、各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的人啊，所有的人，你们这些所有的各个万民呐、啊，听了哈，听好了，look upon my suffering，look upon my suffering 啊，这个。Look upon 哈，注意在这个地方呢，指的是说，我们待会可以后可以研究一下哈。这个 look 跟 look upon 是不太一样的意思哈。Look upon 呢，基本上呢是比较更强调一种恳求，OK，希望别人认真的对待这个说话者的这种痛苦，OK。所以你们看看呐、啊，你们看看呢，我的这种痛苦啊，OK。所以这个 look。比 look upon 比 look at 啊，这个更情感更深哈、啊，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用法，特别是在我们祈求，请求别人以一种方式来关心你，甚至是象征啊上帝的眷顾和怜悯的时候，我们用 look upon。好，下面 My young men and maidens have gone into exile。OK，所以他在跟耶和华对话。他说：“我的年轻人呐、啊，这些年轻的少男少女，young man and maiden，哈、啊，这些指少男少女，have gone into exile，都被掳走了，都被抓走了，都去流放去了。”好，19节，I called to my allies，OK，but、okay? they betrayed me，哈、啊、，I called，OK，、okay? 我呼召啊，我呼唤呐、啊。呼唤我的 allies 哈，allies 是我的同盟的人，是我非常亲爱的，OK，就像我的情人一样哈。但是他们啊，他们都怎么样？本来是我的好兄弟，或者是我的情人，跟我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跟我很亲密的这些朋友，但是 they betray me，他们都背叛了我，他们都背叛了我，所以呼召也没有用。My priests and my elders perished in the city。那我们的祭司 priests 是祭司，elders 是长老啊。我们的祭司，我的祭司，我的长老啊，perished，OK，perish 表示灭亡了，死掉了哈，灭亡了。In the city，他们都在这个城市里面灭亡了。那他们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While they search for food to keep themselves alive。他们死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在到处找食物啊，来保命的时候，要保全性命的时候，keep themselves alive。我们昨天学过这个哈，他们到处找食物，在保全性命的时候，他们都被灭亡了啊，都死掉了。20节，See, O Lord，哈，这个是跟耶和华说话啊，你看呐，耶和华，你看呐，How distressed I am！Distress 指的是非常困苦。在极难之中，我非常困苦。神啊，你看，你看，你看，我现在这么困苦啊！I am in torment. OK，我是真的，真的很痛苦啊！I am，好，强调，真的，真的是我就是这个样子啊，很痛苦啊！OK，torment，OK，okay? Okay? 好，我们以前学过那个 torment，就是好像在那里。受到那种搅扰哈，那种在那里纷乱，好像我的心肠啊，到处都给搅扰起来了哈，我整个都受到搅扰了。OK，torment，torment，这种是折磨啊。I'm in torment within 我的里面，within 在里面，在我的里面，在那里受搅扰啊，在受折磨。In my heart, I'm disturbed 哈，我的心呐，在这里。受到翻转啊，到处 disturb，我的心在那里翻腾啊。For I have been most rebellious，因为我曾经是 most rebellious，表示我非常非常的悖逆不道，大大的悖逆啊。Most 最高级哈、啊，我曾经是大大的悖逆哈、啊、，rebellious。Outside the sword barriers，OK。Outside 在外面，我里面是这样子，心里面翻腾，我大大的悖逆叛逆，对不对？那里面呢是 inside，OK？The、okay? 在 outside 呢是 the sore bereaves，我的
刀剑在那个外面的话呢，刀剑已经使人上去丧失我的这些家人，我的孩子哈，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是指的是都已经使我丧失了我的，已经使我丧失我的家人了哈，使我的孩子都丧掉，都没有了。Inside there's only death，在家里面呢，就是只有死亡哈，外面是怎么样，里面是怎么样。啊，实在让人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恐怖哈，非常非常的恐怖。OK，so，哀伤啊，bereaved 是这种让人非常哀伤，孩子被杀掉了这种情况。好，21节哈，People have heard my groaning，啊，老百姓大家都听到我的什么 groaning，我的呻吟呐，我的哀叹。But there's no one to comfort me，但是没有一个人来安慰我。All my enemies have heard of my distress，啊，是我的仇敌呀，都已经听到我遭受的这种患难了啊，distress，我的这种患难困苦，他们都听到了。They rejoice at what you have done，啊，然后呢，这些仇敌们，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高兴什么呢？高兴的，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耶和华让他受苦，这些苦难啊，他们都很高兴。耶和华，你对我做的这些事情，May you bring the day you have announced, so they may become like me. OK，所以呢，他说希望什么样？因为这些敌人都在跟我幸灾乐祸，那么我希望你宣告的日子。OK，他说。May you bring the day you have announced，就是你那些宣告的日子，神你所宣告的日子啊，求你让那个日子来临吧，就来吧啊，神已经宣告的日子，让它来临吧。So they may become like me，越这样，我就愿我的敌人也像我一样啊，我已经受了这样的折磨了，这样的苦难，他们也要跟我一样受到报应的。好，22节说，Let all their wickedness come before you，我愿呐、啊，愿什么？愿他们所有 wickedness 指他们的恶行，这个是一个名词哈。我愿他们的恶行啊，all come before you 是在你的面前啊，愿他们的恶行都呈现在你的面前呐、啊，啊，呈在耶和华你的面前。Deal with them，你要对付他们啊，deal with them。As you have dealt with me because of all my sins，我希望你对付他们，就像你以前对付我一样，啊，因着所有我的罪，你以前对付我的时候，因着我的罪，你怎么样对付我？我希望你也这样对付他们。My groans are many and my heart is faint. OK，my groan 是我的呻吟，我的哀叹。我的哀叹呢，很多很多，就是一个接着一个连连的哀叹，我一直不停的哀叹。And my heart is faint，我的心都发昏了。一个人心发昏怎么样？他就这个萎靡不振啊，萎靡不振，我的心已经都萎靡不振，都发昏了，没有办法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Lamentation 的第二章哈，第二章。下面这个是一个 How 如此这般，OK？How the Lord has covered the daughter of Zion with the cloud of His anger？哇，怎么这样啊？如此这样的这个 How 是如此，它是个惊叹号。哇，这个耶和华呢，已经怎么样遮盖？OK，笼罩遮盖着锡安的女儿。这个锡安的女儿，我们看到 daughter，我们就知道指当地的老百姓哈。OK。所以神呐、啊，使锡安城的这些老百姓啊，cover with the cloud of his anger，神用他的这个怒气啊，他的怒气像乌云一样，好像他的怒气的这个乌云呢、啊，把它笼罩在这些老百姓的啊，锡安城老百姓的身上啊，神是如此这样做的。He has hurled down the splendor of Israel from heaven to earth. OK，好，这个地方。Hurl down 是把它卷起来，down 往下扔，扔在地上。OK，他把什么东西都扔在地上了呢？OK，他把以色列
Okay, the splendor of Israel，把以色列的华美、以色列的荣光，把它从天上丢到地上，from heaven to earth。啊，神已经不在乎这个以色列了，把他的华美、他的荣光都丢到地上去。He has not remembered his footstool in the day of his anger. Okay, in the day of his anger，我们要从时间上先来讲。Okay，在他是怒气、生气的那一天。怒气、生气的那一天呢，他已经怎么样？He has not remembered，他都已经不记得了。OK，他也不纪念，他也不管这个地方。Remember 这个事，他不顾，也不怜惜，也不珍惜了，也不管了，不管不顾了。OK，He has not remembered his footstool. Footstool 是他的脚凳。OK，基本上以色列的老百姓，他们是神的脚凳啊，是不是？但是在神他发怒的这一天的时候，他不管了啊，完全不管他自己，也不管也不顾了他的这个脚凳了啊，气得不得了。第二节，without pity 啊，是这个 pity 呢，是一点都不怜惜，一点都不顾了啊，一点都不顾了，他是完全不留毫不留情的哈。Without pity，the Lord has swallowed up all the dwellings of Jacob。神呢？怎么样？这个地方，The Lord has swallowed up，swallow up 是完全吞灭，swallow up 就把它整个事情吞光光哈，把它整个吞光哈。所有什么吞光呢？All the dwellings of Jacob，所有雅各的所有住处。雅各指的就是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雅各的后裔啊。一点都不留情的耶和华呢，把所有雅各的住处都吞灭了。In his wrath 啊，在他的烈怒之中啊，he has torn down 是怎么样？把它颠覆、摧毁了。torn down the strongholds of the daughter of Judah，daughter of Judah 指的是犹大的老百姓。他把犹大的老百姓的他们他们的这个防御工事 stronghold 可能是个堡垒啊，可能是防御的措施，叫防御工事。整个把它拆毁了，把它都颠覆了啊，给它毁掉了，摧毁了。He has brought her kingdom and its princes down。注意这个是 bring down 就是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整个夷为平地啊，从把他们整个把它拉下来这个意思，让它坍塌了。所以他让他的王国 her kingdom。指的是犹大这个王国，他们这些犹大的王国，还有他的 princess 是指说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领袖、首领啊，这些重要的大臣，把他们全部让他们坍塌，to the ground，bring down to the ground in dishonor，把他们整个夷为平地。To the ground 就是到地上来哈、啊，拉到整个夷为平地。而且是 in dishonor，是羞辱他们，在羞辱之中把他们整个夷为平地。OK，第三节哈，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三节。In fierce anger，哇，这个 fierce anger 也是很可怕的哈，烈怒，强烈的怒气之中，He has cut off every horn of Israel。OK，every horn of Israel，每一个所有以色列的号角啊，在烈怒之中，神把它全部都砍掉了。都砍掉了，都灭掉了。这个以色列的号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号角都没有了，他怎么能打仗？肯定不会赢，肯定不会赢他的敌人。所以他们就过得非常辛苦的日子了，是不是？啊，He has withdrawn his right hand at approach of the enemy. OK，好，他在仇敌的面前。At approach of the enemy 是指在仇敌的面前的时候，仇敌要去在仇敌的面前，他做什么事情呢？Withdrawn, he has withdrawn，他已经把他的右手给伸回来了，收回来。Withdrawn 本来是往前的，现在给他收回来了啊，不是不往前去。所以在仇敌的面前呢，神不帮他们了，不帮以色列人了啊，把他的右手是表示。大能的手是最有力量的手，他这个右手啊，给他给伸回来了，不表示不管不顾犹太人了。He has burned in Jacob, OK?
in Jacob like a flaming hay, flaming fire. OK，所以呢，这个他像这个火焰。OK，he has burned Jacob in Jacob。OK，在这个雅各啊，雅各 burn in Jacob 就是把雅各整个烧毁掉，像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呢？Like a flaming fire，flaming 是火焰呢、啊，像火焰一样。啊，火焰的火药这样烧了雅各啊，就是把犹大人烧毁了。That consumes，而且整个吞灭掉，consume 是烧光光哈，把它烧掉了。Consumes everything around it，OK，okay? 在它四周围，不只是犹太人，把它四周的什么东西都给它吞灭了，都给它烧毁了。好，第四节，OK，第四节，like an enemy 哈，就像仇敌一样，像仇敌一样啊。He has drawn 这个原型是 string 哈，drawn his bow，OK，strong 在这里是做这个动词用。他拉开他的弓，把那个弓拉开来啊，他像仇敌一样拉开弓啊。His right hand is ready，他的右手都已经准备好了啊，蓄势待发，右手已经准备好了，就是随时一拉，手一放，这个弓就放出去了。Like a foe，而且呢，他像敌人一样。He has slain all who were pleasing to the eye. OK，他呢杀掉了所有的 all who were pleasing to the eye，所有那些让人眼睛很喜欢、很愉悦的东西，他把他们全部都杀戮了，都杀掉了啊！把这些眼睛、眼目所喜欢的东西都把它杀掉了。He has poured out his wrath. OK，他把他的怒气，整个熊熊的怒火倒出来，倾倒出来啊、oh,，pour out，像什么一样呢？Like fire on the tent of the daughter of Zion，啊，就像呢，就像是在这个，就好像是火烧在那个锡安城的女儿。我们这里锡安城女儿指的是整个耶路撒冷的老百姓，在耶路撒冷老百姓的这个帐篷上。啊，他的愤怒就像火一样，整个倾倒出来啊，就倒在那些锡安老百姓的帐篷上。The Lord is like an enemy 啊，这个时候啊，神就变得怎么样，像仇人一样，像仇敌一样。He has swallowed up Israel，他就把以色列整个给吞灭了。He has swallowed up all her palaces，他把他的。这个所有以色列的王宫 palaces 是他的王宫给吞掉了，and destroyed her stronghold，而且啊还毁灭了啊，还拆掉了他的这个 stronghold，他的防御工事啊，这些都是本来抵抗敌人的，这些都给摧毁了。He has multiplied mourning and lamentation，multiply 是。加倍加倍的哈，它加这个一倍多增加的，OK，所以就是 multiply 就是多大大的增加，大大的增加。multiply mourning 是在那里悲嚎那些哀嚎啊，and lamentation 那些哀歌啊，在那里唱，在那里是悲叹啊，for the daughter of Judah，OK，所以神。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啊，这些对犹大老百姓的这些哀悼啊，还有这些哀叹。OK，好，第六节，He has laid waste，lay waste 我们前面都学过哈，lay waste 是拆毁掉，lay waste his dwelling like a garden。OK，他把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住的地方那个棚子啊。His dwelling 是他住的地方，把他住的地方都给拆毁了，就像是拆这个园子一样啊，拆一个花园一样，很容易就拆掉了。He has destroyed his place of meeting，他也把怎么样？把聚会 meeting 是他们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地方就是指的圣所，是吧？哈，老百姓本来都在那里聚会，他把他这个所有都毁掉了，聚会的地方也毁坏了。The Lord has made Zion。Forget her appointed feast 啊！神已经让锡安，他让锡安怎么样被遗忘？OK，让这个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遗忘，让锡安去忘记了他怎么样？Appointed feast 是他原来都是定好的，
原来都是定好的那些啊节庆啊，比如说祝棚节啦，这个节那个节，他现在已经让西安整个忘掉这些节庆了，and her Sabbath，还有他的安息日，让西安把这两个都忘记了。In his fierce anger，在他的烈怒之中，he has spurned both king and priest。Spurn 哈，它在这个其中呢，spurn 哈，在这里我们以前学过，是指它整个就整个气，整个藐视，整个废弃了，OK，废弃了，它不要了，OK，这个叫 spurn 哈，spurn both king and priest，他把这个王和他的祭司全部都不要，都废弃了啊，一个也不要了啊！可见这个神的怒气是有多么大啊，有多么大。所以 spurn 可以说是废弃、唾弃了啊，在烈怒之中，神气得都不要他的王，也不要他的这些祭司了。好，第七节，The Lord has rejected his altar. OK，rejected，神已经丢弃他自己的祭坛了啊，altar 他也不要了，祭坛。And abandoned his sanctuary，而且啊，他也离弃了他的圣所。Sanctuary 我们昨天有学过哈，离弃了他的圣所。He has been over to the enemy the walls of her palaces. He has hand, sorry, handed over, handed over. 他已经把这些都交出去了。OK，交给敌人，什么东西交给敌人呢？他把这些 the walls of her palaces，他把他这个宫殿的这些围墙全部都交给敌人了。如果宫殿的围墙交给敌人，那敌人不是一下就打破了城墙就进来了吗？所以就让敌人就赢了。They have raised a shout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They 指的是这些敌人呐，他们就怎么样？Raise a shout，他们在大声，就是高声的喧嚷，高声的喧哗，大叫。In the house of the Lord，在耶和华的圣殿之中，他们就在那里大叫。As 就像什么呀？就像他们叫的方式，就像 on the day of an appointed feast，就好像他们是在过节一样。OK，这样他们有那些定好的节日，以色列有什么这个祝棚节了，有什么节什么节，就像他们已经定好的那些节日，在节日的时候高兴是会大叫的，是吧？那现在敌人都已经进来了啊，敌人进来之后，他们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在那里大叫啊，喧哗。再来第八节，The Lord determined to tear down，determine，OK，神已经下定，这个是立定心志。已经决定了，定好了要怎么样？Tear down the wall around the daughter of Zion。神已经定好心智了，要把这个西安的老百姓，字面上是西安的女儿，是指的西安的老百姓，把他们四周围的墙这些城墙都给它 tear down，把它都拆毁。He stretched out a measuring line. Stretch out，拉起来，stretch out 是伸展开来。就好像我们要量一个东西一样，我们拉起一个尺来，stretch out a measuring line。measuring line 是那个量的那个准绳我们要量到底距离是怎么样啊？他拉起一个准绳来，and did not withhold his hand from destroying。这个 did not withhold 是收回来，有所迟疑。OK，但是呢，他手完全不收回来。他的手呢，就是要毁灭的手，his hand from destroying him，OK，他不把他的手从毁灭里面拿回来，伸回来，那就表示怎么样？继续的毁灭啊，继续的毁灭。He made ramparts in walls laments，OK，he made ramparts。ramparts 我们指的是上次我们有讲过哈，那个斜坡是吧？那个斜坡，那个城墙外面的时候，堡垒的时候都有这个斜坡的哈。OK，and walls laments，然后呢，这个城墙啊都在那里哀哭啊，都在那里哀哭啊。Walls laments，很多的城墙都在那哀哭，所以这个是拟人化的写法啊，都已经到城墙都在哀哭了。Together they wasted away 啊，所以这个不管是他的这个。
斜坡哈，这个城墙上的这个斜坡，或者是它的这个城墙也好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一起毁灭了，waste away 啊，waste away，OK，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哈，很可怕的，所以好，再来我们看这个，Her gates have sunk into the ground，它的大城门都已经陷下去，sunk 现在时是 sink。都陷到地底下去了哈，陷到地下去了。Their bars has, he has broken and destroyed. Bars 是指那个门上的门栓哈，门栓都已经破败了，都已经折断毁掉了。Her king and her princess are exiled among the nations. 啊，在列国之中啊，他的王、他的这个首领啊、这些官长啊，全部都去流放了。The law is no more。哎呀，不，再也没有什么律法了。OK，也没有什么法律那些都没有了。And her prophets no longer find visions from the Lord。而他的先知们，prophets，以前他们的先知跟神是互相连接，现在这些先知啊，也 no longer 再也怎么样，再也找不到神的意象。神应该要把意象给到先知，先知就会告诉老百姓，作为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现在这些先知也得不到神的意象了，找不到了。好，我们今天停在第9节哈。